这边，这个也炸掉，还是换来这边。各位同学请就座，一分钟后就要开始上课。各位同学请就座，一分钟后就要开始上课。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坐。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恭喜恁，知影通来台湾民政府上这个高级班，高级班读了。都要将所有的迄个台湾民政府这個理论要贯通吼，都要我即摆今仔日我要帮忙各位整理一下，讲人若甲你问，你要安怎共讲，迄个连贯性，无你吼，你若无这个连贯性甲整理起来吼，堪人讲两句话，你都无话人讲啦，讲这个变安尼，你开始讲无话人讲咁答，但是。我今天是要甲各位整合，恁昨昏所读的，还是初级班所读的，即、這个将即、這个甲恁融会贯通，互恁知影确实即个理论是到底安那，我是一个替外科医生，心脑病院院长，退休几啊冬，两个月前拄啊不小心去搬物件。迄、那个腰闪着，人讲腰闪着，实在是讲椎间盘突出，我去做 MRI， 第四块地我突出来，即摆已经恢复中，所以今仔日可能有哪十九期来讲的时阵，我完全坐的，迄阵也徛袂住啦吼。即摆还阁会当徛咧，看各位已经咧恢复中啦吼。所以那等下我那脚较酸啊，甲恁勉强一下，我要坐咧讲啊，吼，安尼去比较得，袂，我今年我家己会知影，若徛会住我就徛，若徛袂，较来做伙来，咱前昏到即摆上甲初级班上上到阵吼，大概对即个理论吼，有小可有概括，会拢总了解，但是若敢若无深入的了解吼。别日啦，要去跟人讲，拢讲无话，拢会一半就输人。我头下嘛是安尼呢。我是退休了吼，我要退休的感恩礼拜吼，伫四五当前啊，我有感恩礼拜吼，新罗医院我做董事长啊，做足侪当啊，了做院长做高当啊了，退休感恩礼拜，有一个我的好朋友，我讲一定爱来，一定要参加我的感恩礼拜。迄、那个我伊讲阿妈你来袂当讲话咧，因为我时间拢排好啦。伊讲不要紧，我要来啊，我有重要任务，迄是五当前啦吼，有重要任务要给我啦吼。结局伊有来啦，就真正袂当讲话。伊甲我讲来，你即马退休吼，我看你过去的表现吼，我有一项重要紧的工作要给你。伊讲我讲哎呦，我即边吼，你给我做医生做烧四十当啦吼。你唔得好，小可，好我小可退休一个享受一个啊，人生一个即退休的好生活啦吼。这个人是谁呢？即咱拢熟悉，陈仲谋，即我的好朋友，听谢仲谋先生。我前五当前跟他们见面了，伊甲我讲，你来做这吼、個，我看你过去吼，伫台南，我伫台南，即、這个民进党人咧创啥啥，我拢。一马当先啊，就拢迄啦吼。我一个要紧的，你来做阮的迄个卫生部长，拄啊上下啦吼。我讲，张无兄，饶命！
让我过一个退休的好生活一下。啊，自此以后，我拢到今拢也毋捌甲伊见面。啊，所以从迄阵起，五当前起，我就拢过即退休的生活。安那好生活呢？我九点睏，啊，早时三四点就起来，吼、哦，啊，读册，啊，搁顺耍买一只游艇，小游艇，二十六尺游艇，啊，一礼拜去飙两摆，飙我袂晓钓鱼啦，啊，毋过我伫岸边港遐吼，我只算走上紧，我会当飙到四十只，无四十只是七十四公里，四十只吼，嘿、哦，所以我一礼拜过较足惬意的生活啦吼，啊，都去引一个头路啦吼，引一个啥头路？无钱头路。在阮两科时呐，上下课啦，吼、哦、啊，无钱头路是无钱头路，可是吼、哦，我逐摆来开玩笑，这两个吼、哦，这两个查甫孙吼，吃我道道，好、哦，恁只听有啦吼，哎、哦，遮袂用听台湾话的人有无？听台湾话听无？拢听有啦吼，哎、哦、哎，师长你好，嘿嘿，啊，拢知影吼、哦，阿公，我要骑马。啊，你安那乖乖的，乖乖的比嘞，啊，都徛嘛吼，啊，心甘情愿的嘛吼，哦，我咧讲这個，我讲，哎，啊，就是安尼啊，哦，这个心甘情愿的吼，啊，所以过过这退休的生活过甲足好，直到，两年半以前，吼、哦，我接到美国一张批，一个 mail 来，你讲迄、那个。因伫美国遐有迄个演讲，啊！咧演讲的中间，就是咧讲咱民政府咧。啊！我这个朋友寄好啊，寄这个好啊。啊！我甲看，哎、欸，你讲的吼，佮真正拢头头是道啦。啊！我主啊，佮请一个人，佮请一个人来咧做应对。哦，迄、那个这台湾人，美国的足有名的一个教授，底下咧做。coordinator 哈，他们做伙咧对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代志咧下，好，啊，这个人也敢来出来直接来讲啦哈，因为这个人伫美国足出名啦哈，是美国哈佛大学精神科主任教授，啊，伫美国的院士，啊，伫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啦哈，啊，以前细汉我就知影，因老母拢叫伊讲，哎、欸，你出去美国哈，你小弟小妹足多哈，你唔通我袂讲话呢？啊，唔通学白讲话，但是伊都无讲学白讲话咧。伊干那去做一个啥呢？迄、那个三十当前的迄个叫做台湾 Children Foundation 的董事长。啊，迄阵入美国哦，那有一个台湾哦，都袂得啦。哦，伊那小弟小妹都去用交叉过啦，调查站都一日定咧找我。我是迄个小弟啦，哦，迄、那个是阮大哥啦。我讲哎。欸啊！即科都警告单都唔捌得下，哎呀，刚出来就遮咧，你讲这个，我做起一日了吼。哦，伊这个在美国最有名啦，伊研究精神遗传，精神遗传鉴，人类的个迄个吼。啊，那公开进迄个诺贝尔医学奖的迄、那个审查，拢伊咧审查，医学的审查拢伊咧审查啦。哎呀，刚跳出来咧，刚跳出来这啦吼。啊，我做起一日去吼，我讲哎。啊！靠这个代志，我昨无眠无日，超三礼拜时间，我昨规个载伫电脑里，上所有相同无啦，何瑞元啦，啊，咱秘书长的理论，我本来拢九点睏的，即摆拢煞读规日啦，无三礼拜，啊，无去标传啦，无去啥，都干那一直咧读这俩，读到到尾我想讲，哎、欸，真正吼、哦，台湾都剩一条路呢，台湾剩一条。啊，所以我搁再搁得搁跳入来了哈，对于个退休的好生活，搁再搁跳入去遮啦。因为啥呢？我唔是民进党员，我也唔是国民党员。你若知影读大学的时阵，迄、那个伫成功岭，那无加入党个安那，足惨的吼。啊，无加入党，咱咧阮咧时代四十外当前，无加入国民党是伫成功岭是足艰苦呢。阮迄年，迄、那个成功岭都拢三个，
无加入党尔，我都啊搞怪搞怪，都要加加入，叫我加入我都唔咧。哎，讲啊，你这党选手啊，开拢无要加入啦，吼，我讲我都唔加入啦，吼，安尼，啊，都不时啦，叫去口臭啊，现在我甘愿去口臭，耶，啊，我唔是，啊，虽然我唔是民进党员吼，但是伫台南市吼，而且有台南市的无，好，台南市吼，哪咧选举吼？系拢派我呢，唔知是安怎派我去徛台啊，去做去游泳拢徛头前啦吼。啊，我也欢喜感觉，因为我有一粒啥，疼台湾的心，这最要紧。咱拢大家拢讲过啦，大家嘛听爱台湾对无？大家拢爱台湾，但是用这个爱吼，我感觉无相对。大家嘛爱台湾，咱再去迄、那个嘛，咱讲江泽民，无啦，迄、那个因嘛，大家嘛爱台湾。我有一颗。疼台湾的心，这较要紧，真正疼台湾的心啊！所以，逐项我都第一个啦，哦。但是我唔是民进党员呢，啊，我也唔是国民党员，啊，唔建国党，也唔参加，我都前到党拢唔捌参加党。但是呢，迄阵就感觉为着台湾好个，我都第一个啦，吼、哦。啊，第一个，我伫恁知影 WHO， 恁知影这是啥物无？世界卫生组织，哦哦，我带团六七党。去瑞士、日内瓦，我领队啊，美国有百几个，澳洲有百几个，安尼两三百个安尼，底下咧发声啦吼。我还未去的时阵，欧贝啦，安那欧贝，都土行者因大家拢挂起白啊，只抗议啊，只白啊起来，啊拢安尼还无讲话底下安尼安，我讲起就是欧贝啦。啊，我就去了第一单去了，讲嗯，安尼也会杀的，啊都甲当只点点。我过当时个变彩色个，安那彩色个呢？我就带便衣一群人去，拢会唱歌个，啊，带管风琴，带啥物去？好，遐、那個、记者呐来咧看咱咧抗议，就甲唱歌啦。啊，迄、那个台湾专线，台湾专线哩，台湾专线哩，就滚来条歌哩，你唱。哦，啊，变个大家安唱个欢喜个。啊，那迄个记者哩无，啊，我就讲好休困，诶，因为爱唱一早起呢。有那些爱休困，哦，我伫遐，所以大家足侪拢足爱去，因为去遐，伫外国吼，啊咧唱这个为着台湾咧唱这个歌咧抗议吼，哦，迄大家拢足欢喜，大家拢足欢喜，啊，所以去参加的人个就我，啊我以后来啊，含甲秘书长，咱的秘书长讲，嗯，你嘛咧，你也无较早甲讲个，还是我，因为咱唔是国家，啊卡纳嘛袂当加入 WHO 啦，咱不是国家啦。所以袂当加入 WHO 啦，啊，去遐舞六七档，舞到要死。我讲啊，你较早甲讲个，秘书长，你较早甲讲个，较早些理论出来，啊，我唔免怎舞啊呢吼？哎，当遐舞，那阵即卖联合国，迄、那个联合国个组织，也阁特登来去要加入联合国，会当加入未？那台湾根本不是国家，要怎加入嘞？哦，啊，所以自迄阵了，自两点半前，我就从一头栽进去，栽进去嘞，那阵。迄、那个，咱嘞，迄个众，迄、那个众议院议长，迄、那个到底周边迄个番，迄什么人？啊？哦，对啦，伊拢讲介绍伊到底周边的番啦吼，潘良华，伊咧发烧，我也对咧发烧啦吼。诶、欸，我拢做发烧，为着因为较看嘞，就是台湾就真正剩一条路啦。你剩嘞台独组织啦，什么联合国促进会啦，什么啥啥。拢伫行唔到房间，未当出去。大毒素质行到进五六十档，行未出去，迄就是较早理论拢唔对啦吼。啊，所以我读安尼以后，我就所以逐项我拢研究下吼，因为我原文个也未歹吼。啊，所以我上网啦去调查，啥物啥啥查查查嘞，讲诶、欸，啊，就真正即、這个。这个秘书长啊，是何家人因讲个这個，啊，真正拢足有理啦，所以我研究个我也足透彻啦，啊，所以今日个刚跟各位来讲，做伙甲各位做一个，整个的复习吼，啊，安那来了解这个真正的法律啦吼，咱来上课是要怎样法律，唔是要感情用事的吼，讲诶、欸，啊都。哦，像你讲哦，那像你选举搞讲哦，台湾是台湾人诶，吼、哦、对是哦，啊，咱拢用感情咧选举语言啦吼，哦，啊，我即卖对开始讲咧，对迄、那个，咱来遮咧，
咱今天我要讲的主要题目就是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啦。哦，咱较早吼，台湾这个问题吼，实是足复杂，足复杂啦。真正啦，无安尼较简单化来讲吼，较讲就讲袂好势啦吼。啊，今天我要来甲各位安尼小可讨一个干，啊，吼，这个目前台湾的情形到底是安那？啊，伫要未开始以前吼，我先来讲这个，来，这个是啥？T C 以上，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哦，就是台湾这个西部就要紧哦，民政府哦，民台湾西部 government 这个，就是台湾民政府哈。哎、哦，咱的开幕，恁啊，张暗开幕正式哈，啊是伫国州咧迄个国州咧聚会的时阵。拢有一个开幕仪式，拢爱唱几条歌，是安那个唱个三条。对对，啊，所以有个人唔知讲，唱个该唱个很侪条吼。第一条 ，extra song 哈 ，extra song， 就是 extra 是出来急啦哈，出来急。哎，选这条歌吼，做咱的临时国歌啦。啊，是安那个选这条歌，这条歌吼。你一咱咧反调咧唱，也无看到迄，唔知影啥意思。我甲将这个甲翻出来吼，啊，反正实在意思是像你讲吼，对吧？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这土地，给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与平原上。我看到安娜，这就要紧，看到的一个孩童可以自由奔跑的地方。哦，咱的囡仔安尼，当自由伫即个土地安尼奔跑，你看有够好，即个所在啦吼。啊，请牵我的手，带领我行遍即个土地，带领我行遍即个可爱的土地。虽然我只有是平凡人，但只要你伫我身躯边带领我，我知影我将会变甲足坚强，将即个土地变作家园。如果咱也必须战斗，我会奋战。将这块土地变成家己的家园，甚至混者到死，这是我的土地。哦，用这条做咱的临时国歌，这是临时的啦哈。所以咱在这个时阵，拢在唱咱这个国歌的做第一条啦哈。啊，第二条咧，日本国歌，日本国歌是这个1914年做的哈。啊，因唱啊到导航为止，1945。这个国歌就无唱了、哦，日本人无国歌呢。啊，到当时才阁开始，1999，才阁开始唱这个国歌呢。因迄阵大阵输了吼，因就无国歌呢。哦，到1999年，啊，就无几当前啊，十四当前才开始阁用这个国歌了吼、哦。啊，这个国歌。我讲起咪加油啦吼，起咪加油啊吼！即、這个歌32字尔啦，啊主要吼，那即个帝国吼，拢用即个啥呢？帝之代、千代，就是讲皇帝活足久，啊咱国家的千代吼，英国的国歌是差不多安尼啦吼，拢咧讲千代啦吼，啊四时成言，青苔生，就是安尼继续会当足久，爱当生迄个帝啦吼。哎，这是这个1998年13到今仔日吼，到今仔日也咧用这个国歌啦吼。啊，这个国歌吼，虽然是32字吼，那算是全世界上第一国歌吼，唔是呢？全世界上第一国歌是有一个所在诶国家上第一，我写伫遮。乌干达哦，25秒就唱了啊！啊，乌干达这个国歌足奇怪呢，乌干达哦，嘿，伊吼，伊这条国歌有版权，你哪要甲唱伊国歌要加入税哦？网络上也爱哦，啊，无违反网络法哦。伊这个国家25秒呢，啊，伫咱若伫咱岛会当开会当下，袂当伫公众，我若当只甲放落，我都。这咱这个录音的吼，这上一个个，我是属于违法啦呢。
啊，那伫咱家家己开吼，啊，家己听。我有甲切切过两摆，伊写讲，伊写讲吼，迄个十九秒啦，无影啦。我甲切过两摆，拢走二五秒啦，吼。所以这条歌长底在25秒，吼。哦，世界上底的国歌。啊，我过来，咱第三条爱唱啥？美国的。哦，咱阁复习一下，是安那较爱唱日本的，因为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哦，等下我来阁加强一下，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啊，第三，什么人来占领这个土地？美国的。哎，咱大家安尼这两日来读了，拢有成功啦吼、哦。美国来，美国国歌，我来甲用翻译看下，这美国的国歌是，伊拢得注特别注意这个 of the free。自由的国家，这个大家国家拢一直咧讲这个自由啦吼。你看，透过一线曙光，我对这什么发出？伊这个吼，伊这个国家是伫因要脱离英国，含英国咧战争的时阵所做的国家啦。啊，所以因的新条旗安尼起来吼，啊含迄个英国咧战争，啊过天光一下讲，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一个底下了哈，要无叫英国个怕白去了哈。你看，新条旗不是还高高飘扬，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这是美国国歌了哈。啊，美国国歌。啊，来叫几条这个，叫几条这些。咱拢知影，台湾确实是日苏美战，那不是？哦，啊，这条歌是咱的一个驻德国的代表，梁海伦，哦，一个音乐家所做的，哈、哦。我翻来搞换做迄个干破较更好看哦，咱做伙来读哦。来，南岛苏情发源，地名叫霍莫萨米雷岛。外邦吞达是过去，今日邦人子弟出头天，感谢上天赐咱旭日照皇国，旭日日本国旗照皇国皇帝，咱知影国是啥？日本的国花哦，不是樱花哦，日本的国花是樱花哦，吼哦，照皇帝阿个皇国吼。这个国徽代表皇帝吼，天皇，感谢上天，天咱白星用美军，这个美是什么意思？美国，日本拢写美国故事，写这个美哦，不是写水之类啦吼。诶，伊拢写啊，写注意哦，这是 staccato 七点七点，感谢上天，不是感谢上天，不是哦，感谢上天，然后来，啊，佫过来，坚心勇敢，站起来。创造咱的新台湾，哦，这个有啊，伫旧年的这个，是旧年啊，哎呀，那是今年的一月，这个伊登来台湾，啊了，伊提好话的吼，啊，我想讲，即摆有个人，这个日苏美战吼，有个人一直咧讲无日苏啊吼，所以伫咱台湾民政府，这一定爱，这条歌哪甲用来，就知影讲日苏美战。真足侪人拢讲，即个俗是无，干那要讲秘战，安尼较积极。可是我会阁说明是安那，即个伊迄大唔对伫对方。等下我会阁说明即个啦吼。啊，这条唱个真好听呢。南岛苏情发源，地名叫佛摩萨米勒岛。我邦吞大是过去，今日邦人子弟出头天，感谢上天使咱旭日照皇国，感谢上天天咱百姓用美军，坚心勇敢站起来，创造咱的新台湾。这条歌，我们大概能学起来哈。日食美战，哦，啊，这都读这条都足好，真好听的。啊，迄个作词是啥呢？吴家修，吴家修是咱迄个廉政局的主任委员的，哦，这个少年的
足有才华。咱的这廉政局的，迄个吴家修啊，伊啊好翕相啊足好。阮去日本、去美国啥，哦，伊拢卡咩啦，拢拍来，拢翕个足水啦。拢这个吴家修哈。搁过来这个台湾翠区，这个是基督教，但咪用作你讲真正暂时的国歌啦哈。基督教拢用这条啦哈，这条台湾翠区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翠区。早前受我帮通知，建国大地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四座军兵顶三合作，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贡献在练，这条呢，普通人要唱袂好听，因为啥呢？我这条的作者是啥呢？作者是一只萧太仁，那么萧太仁无？啊，唔捌听诶，萧太仁。国际上著名的，咱台湾人，作曲家了吼，萧太仁一做的，啊，这个伊歌词是郑而玉牧师，这基督教的研究我看麦，哦，郑而玉牧师，这个郑而玉牧师，这拢台湾的国宝啊，即卖已经说特别90岁了，郑而玉，啊，我要甲反映，讲这条歌吼，看别日啦，恁做一条啊，即卖民政府出来吼，啊，做一条啊新的，这条歌无啥成绩的。迄、那个什么新的迄个国国家，这边有哪新的国家？但是咱这個理论讲的，咱无法度做国家呢。上届上好，就是做日本的邦联。啊，那日本天皇那都要发自卑吼，啊从啊，互恁家己独立啦，互恁家自治。哦，扣掉。啊，无咱上届是做日本的邦联吼。日本的邦联呢，照法律来行是安尼啦吼。啊，我有甲讲啊，这条吼。就歹唱啦，我个唱下讲，太平洋西南海边，拢平腔音啦吼，你也用个太啦啦，我咧唱继续响啊，继续个，然后啊，迄个美丽岛台湾翠青，伊个平腔音咧是，我甲因反正讲诶。把你啊，紧做一条迄个国歌吼，较好唱，较好表达的啦。唔通去，是，这都足好唱的，人靠我都唱这呢。咱普通人要唱这吼，有啊歹唱，有啊歹唱吼。哦，我唱完你听你就知影，我唱歌也袂含慢，但是我都感觉足歹唱啦吼。哎，啊，这小太人是国际上足，即摆伫美国啦吼，啊，身体也无甲偌好吼。伊去年有转来吼，去年这个小太人大师。因为伊是我中中的神拜，早我3、4届吼，啊，即卖身体无好啦，不是 ICU， 迄个加护病房进进出出，身体足无好啦吼，啊，所以我咧甲讲伊讲啊，我无倒安尼，看，啊，所以我今仔日约遮的目的吼，是要爱咱讲吼，咱若有迄个好朋友，啊，对音乐有趣味的、有搞的吼，咱去甲，唔免赶紧嘛，偷偷啊，找一两单来。咱吼，我有那烦恼呢，连伊那急症吼，像安尼，咱遐无够人呢，咱遐无够人呢，我足烦恼啦吼。啊，所以那这个期间，咱有好朋友吼，啊，知影音乐的吼，紧甲因讲，啊，互因慢慢去想。我用过那迄个，用过那台湾国歌是省诗，那迄个迄个吼，真多只迄个，拢写讲有自由的土地啦，有啥吼，迄就使啦。啊，所以我用这个目的是要给国语。传达出去，然后恁的好朋友会向像这个，会向吼，会向作词作曲的吼，来做用这个。那怎讲吼？英国国歌，英国国歌，我用这个意思就是哦，这跟日本同款啦，上帝保佑女王啦，万疆无数吼啊，咱的国家万疆吼，日本人嘛是安尼吼，千代国几千代吼，嘿。
大英国协吼，拢做五十四个主权国家啊，五十四个大英国协，拢是用英国女王做皇帝哦。别日啊，咱若做日本的迄是干那两个国家尔呢？即日本跟即台湾尔呢？即国协，咱会当做到迄个国协吼，日本帝国的国协，啊，即大英国协有五十四个吼，五十四个，五十四个主权国家吼所组成的。啊，上较大的咱拢知影嘛？澳洲，吼、哦，澳洲嘛是英国国协啊，啊，加拿大、加拿大嘛是英国国协吼、哦，啊，因的迄拢是英国女王啦，因的首领，啊，这个澳大利亚、澳洲啦吼、哦，啊，这个纽西兰，这拢较大的国家，啊嘛是拢大英帝国的国协啦吼，因、哦、嘛用迄、那个。伊个女王做因的领袖啦吼，啊，这个纽西兰，大家拢是用这个啦，自由之境，天佑纽西兰，因这段啊，就是天佑纽西兰吼，啊，纽西兰较有第一段，拄仔前唔知有迄个纽西兰因的迄个毛利族吼，哦，因有毛利族的话，国家同款的，一条拢同款啦吼。啊，有毛利族的，有英语，有英语的啦，吼、哦。好来，啊，咱伫了，伫迄个唱国歌了，啊，主席就要宣布两个主张，啊，两个立场，这咱拢哦，能跟咱念咧。主席一只，咱有要求讲主席开会的时，主席一定要念只，有无？张啊有念无？一定要念这两个主张，啊，这两个主张是啥？第一个主张。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咱这国际地位，我今日讲的地方是国际地位，咱也无正常化了，哈、哦，也无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定有台湾的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约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因为是安怎讲，叫美国总统万国公约呢？美国迄个规定讲，美国总统。一定要遵守万国公约，伊个宪法就规定，总统一定要遵守这个万国公约，吼、哦，这美国个宪法规定个哦，总统一定啊，所以咱要求讲，你爱根据万国公约，你美国总统爱和台湾地位正常化，这是第一个主张。第二主张讲，遵守国际法，包括万国公约、国际公约，啊，含国际三和平条约。啊，咱个立场是啥？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无要叫你去革命，无要叫你去游街，无要叫你去抗议哦。咱民政府拢用法律的，嘿，无要去抗议啦，什么啥？哦，流亡中华民国的结束台湾的占领。啊，第二个立场就是对于中国殖民政权的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无配合哦。啊，有人讲，嘿，啊，恁开要主张安尼嘞？你看主张讲台湾独立的，开落去主张迄落嘿嘞，吼、哦。直接甲主张台湾独立，敢袂使？唔是，啊！你照法律讲起来，就是就安尼尔咧，你都无法度主张讲台湾独立咧。照国际法内底，台湾卡那都讲袂独立啦。无啦嘛，我嘛照爱讲台湾独立。哦，啊！伊咧问我讲，啊！你敢直接甲主张讲台湾独立？法律都行袂通嘛。啊！是法律干来当广告遮尔啦，吼、哦！即讲互咱做参考，哦，咱的法律就是安尼啦，吼、哦。哦，啊，即国际政治法有四个约束啦，吼，国际政治法，咱即有人爱读，迄个，即无要紧，即以后较搁讲吼。哦，啊，咱即个组织有拢总两个啦，一个政治，一个事务局啦，啊，一个事务局啦。哦，啊那今年底那接政权吼，我就走路啊，因为啥？啊，人都无够啊，咱也无达到四千个啊，哎、欸，要派去的吼。比如讲啦吼，那故宫博物院爱派几个去，啊，都去做大官呢，啊，头拢甲起起来，啊，下骹啊，公务员咱照上楼咧，啊，照上楼咧，你几个爱去管遐济呢？足济啦，内阁本部啦，什么内政事务所啦、统计局啦、消防总局啦、内阁官房啦吼，啊，迄、那个人事考权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啦，遐济啊吼，迄、那个。后生就是卫生的啦，后生啊，咱那敢那加两年啦吼，啊是啊，迄、那个
今仔日是有迄个政治、迄个事务局的人咧来。恁若即摆结业了，恁就会当来加入这两个，吼、哦，较有迄、那个较有管理通加入两个啦吼，因为都受训了，才会当来加入这两个，一个迄个政治局，啊一个事务局，两个，咱的人事都有这两局尔，吼、哦，啊所以咱人真欠足侪啦，欠足侪爱赶紧，啊无啦吼，算讲派你去故宫博物院啦，啊你家一口气，啊管得掉未？歹管。所以秘书长爱咱讲啥呢？那受训了吼，啊！你搁招你一个麦子的吼，做回来受训。把你那边派去对，讲我这个麦子的干嘛做回来？吼、哦！啊，几个啊？那过来个如何啊？要派去对，啊，过来去，无你带一个人吼，反正去有那惨呢，我那歹推演呢吼，哎、哦，所以吼、哦，我要求讲你呐受训了，你找一半下你麦子的，看你会斗阵呢，哦。做回来，家己啊，别日来要派，做回派去对，安尼，较有法度通去管理啦，吼。这是一只各个各位拜托的，讲你受训了，你已经变作咱民政府的官员啦。但是你唔通放孤单，你爱有乜子吼？我直接讲几下摆，搁去招一半下你乜子来受训。啊！别日啦，恁做伙去同一个所在，因为哎呦，迄个机构4000人，应该8000嘛也无够嘞啦，吼，嘿。哦，你看遐侪局了，迄、那个什么海关税务委员会、国家什么国哦什么转型正义啦、受难啦、什么正义啦、啊金融监督啦、什么啥啦，咱就拢安尼啊四五个呢，人事拢无够，真。一直来一直变吼，美国政府那阵迄个型那阵，讲咱4000个无够啊，要荷兰人呢，哦，真正啊，我烦恼呢，我做这事务局的委员长，我烦恼到要死，那真正逼来吼，我投降，啊，所以拜托各位啊，赶紧哈，赶紧，哦，招你的麦子哈，哦，你看机构有够多啦，哦，什么禁卫省的，什么。监管机关协调委员会啦，什么啥啦，有够侪啦，咱真个机构啊，所以哦，有人去了话，恁今日明仔载受训了，就是会当加入各个单位，会甲你通知，叫你来 interview， 叫你来面试，啊，看你的性向，啊，来评看你大概属什么款的诶所在，啊是，你若无爱这個，你要担任的州政府，哦，台南、台中担任的州政府去甲州长讲，我爱要伫对一搭，要做进一个会当派的参议员啦、众议员啦，啊是甚物州委员啦、州委员啦，甚物啥，进拢一个欠足侪，所以恁只明仔载等伊了，直接都去找州长，讲我受训了啦，啊我希望要做啥，我若要当我，除讲台南，你要当台南州政府，啊是讲台中，你要当台中州政府，啊原住民，你要当原住民的委员会，爱去讲你要伫对。啊！伊会来编排机啊，啊去适应，啊去，你即摆就去排机队，就做迄、那个。好来，啊进入主题了吼。即、這个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啦吼。这句话对不？好、哦，什么人讲的？啊，伊讲的，对啦，啊，恁那上课拢及格啦，我即摆半学习啦吼。无话哦，较，对，无话哦吼。伊这个人是较早迄个中东的战争，以前是伫啊，吼、哦，第一个是啊了以后做美国的国务卿啦吼。2004年的10月。美国国务卿 Powell 指出三项：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哦。哦，人确实甲咱讲，台湾不是国家，唔能从咧选举话送的哦，用感情咧话送的。哦，台湾新独立的国家啦，什么啥啦？人确实甲你讲个，台湾唔是国家。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哦，
台湾关系法英语叫做 TRA， T 是台湾， R 是 relation， 啊 A 是 act， 哦，台湾关系法，美国的国内法咯，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这等下我来个复习一下，就是对旧金山合约下来的哈，旧金山合约的第二十四条有写个足清楚哦。啊，美国有占领权，但是美国委托谁？较早是委托中华民国，迄阵是中华民国也未灭亡哦。哦，那个1945迄阵也有中华民国哦。啊，是委托伊来代管哦，啊，到伊中华民国死了、灭亡了，变作啥？伊无甲叫，伊甲叫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台湾伊只嘛无叫你中华民国哦，伊无叫这个政府中华民国哦，伊叫伊叫做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治理当局代理中，咧代理美国个，所以你讲美国管的，但是，哦，这个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代理的管，哦，所以伊有呾，伊这个治理当局是美国统一来统一来管的哦。ROC 哈，我等下讲 ROC 伫世界上哦，已经无这个名呢，哦，你要去上网去美国签证，较怕嘛，怕无 ROC。迄、那个，我等下讲安那上网，到两台伊等去上网，较怕都怕无 ROC 伫世界上已经无去啊。美国也无要承认，美国咧叫这个政府嘛是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哦，台湾 authority 哦，无讲你是什么 Chinese 台北啦，什么啥拢无，拢无什么 ROC 拢无，讲台湾 authority 哦。哦，伊这个伊当时讲的咧，伊伫李克强时。10月25日 ，press conference 记者会伫北京，伊这个话是伫北京讲的，哦，伫北京甲北京讲哦，讲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伫北京亲身安尼讲吼，这是鲍威尔伫李克强时的10月25日讲的，啊，这是较早，啊，佮最近有一个。United States。Secretary of Health 就是卫生部嘛吼，啊，伊卫生部佮兼 Human Service 就是公共服务部啊，吼，现任部长这个吼 ，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Governor 是州长，哦，你们看查某呢，伊伫2003到2009是做 Kansas 州的州长哦，哦，伊是做州长，啊，去了迄个。奥巴马甲提名做卫生部长诶，吼！啊，即个伫20115月17，美国卫生部长 Catherine 哈，伊说凯撒琳 Samuels 哈，伫日内瓦 WHA 上说，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之权利。是安那开始攻击的，我你敢知？因为即当吼，迄个流亡政府 Chinese 台北吼，准讲伫中国的台湾省，入去做观察员。啊，甚至是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哦。啊，伊挡袂牢讲诶。恁家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无管伊通决定台湾的前途，就是直接讲的啦。啊，咱迄阵哦，吼，迄欢喜啊，讲哦，我当入去做观察员咯。恁民进党古早袂当咯，我即摆会当咯，去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下骹的台湾省呢。若要用这个前40-50当前就会当加入啦。若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到无40-50当前就会当加入做观察员啦。啊！我咧准去装啊，要死嘛，是要看会当用台湾袂吼？伊而且就是有感而发讲，恁你甲中国，你甲中国讲的啦，你甲中国，我即摆讲中国，就是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加一个 P 啦，因为代号叫做 PROC， 吼、哦、，PROC，P 是 People， 吼、哦，因是人民共和国啊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吼、哦，拢是用这个 ROC Republic of China， 啊，因伫联合国吼无改名，因伫联合国迄、那个位是 ROC 的位，啊，迄、那个。联合国迄个国语文讲，请迄个蒋介石离开，和迄个新的中国入来。啊，所以伊嘛伊用迄个名做 ROC 呢。你唔能够想讲 ROC 是假呢？因的名有人伫联合国，有人叫做 ROC 呢，因无改名，伊改到惊迄个常务理事国都灭掉去啊！哦，啊，所以因伫联合国内底，因有人用做 ROC 啊！哦，哎、欸，所以这个迄、那个。西贝柳斯吼，西贝柳斯伊就讲甲足清楚，恁拢无管理人讲台湾呐，因为啥？伊知影台湾是美国占领的，吼、哦、啊委托台湾伫你当局伫遐的吼、哦，啊，这个吼，这个足歹用的啦，我迄阵去吼，二零零六年吼，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韩国迄个秘书长都挑起啦，啊换一个，或者。陈冯雪珍哦，这是香港的啊！哦，阿个阿愈反对咱哦，往起拢堪咪强啊，拢无效就对啦，都反对台湾的啦吼。伊讲啊，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拢强调安尼的，这个。但是即摆拢唔敢讲啊，因为美国强烈讲，无人有管人讲台湾呐。干呐，我美国会当讲尔啦，因为伊知影美国是台湾是美国的迄个占领地啊。来。新名是 WHO， 新名是 WHA 啦，哈、哦、，WHO 哈、哦，就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是组织的，哦，啊，反正叫世界卫生组织，哦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啊 ，WHA 嘞 ，A 是 Assembly 是。大会开会，啊，所以一次当开一摆尔，吼、哦，啊，这个 WHO 是常设机构，啊，你加个写讲 WHA 是 WHO 的最高权力机构，会议伫瑞士的日内瓦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例行会议，其职责主要是审议 WHO 的工作报告、预算、经费、国申请入会，啊，所以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卫生部长伫这日拢五月。无亲自了，即、這个五月十几只，所以我去六七冬，拢是无亲自了，啊，就随便去，变去到日内瓦遐吼，伊拢是迄个时间咧开 WHA 啦，啊，现世界国家有几个？194个，去年194个伫遐开会，吼、哦，今年啦，今年194个伫遐开会，即会员国有遐侪啦，吼、哦。你开迄个 WHA， 恁即下就知影。那人甲你讲到 WHA 是啥物，含 WHO 是啥物啥？吼、哦，你就知影讲 WHO 是 organization， 是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啊 ，WHA 它是这个权力机构，一单开一摆。啊，这个成员是啥？各国的卫生部长开会。啊，所以美国卫生部长嘛，底下开会咧讲这个。哦，你拢无管人啊，那，哦，这個。哦，真多194个啦，吼、哦啊！来，台湾这个土地是啥个？哎、欸，种个大家拢知影啦，吼、哦！日本天皇的，但是日本天皇看唔讲伊是伊个，啊、哦，伊个叫 suspend 起来，叫 MacArthur 吼、哦。讲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个。第二人称也就，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哦，我来住恁兜，住久就变恁兜我诶，哦，诶、欸，就是安尼啊，住久我从出世就是台湾，啊，是安那台湾毋是我诶，阮老爸咯拢伫台湾，就是安那台湾毋是我诶，你论感情上咧讲就对咧，即个土地应该是阮台湾人诶啊，哦，啊，咱必须就特别咧讲即个，咱必须。有讲这个无？这是啥？这是对。Ambassador Hotel，
就是国宾饭店，国宾饭店哈，伊、哦、这里大西伊翻译做国宾啦哈、哦，国宾饭店，哦哦，那同安讲啊，国宾饭店是不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大家嘛知讲唔是啊，哦，诶、欸，唔是住伫遐的人个，哦，是安那个唔是？因为国宾的所有权证，你干那去住一暗两暗，住一个月嘛是同款，你也无所有权证，佮会当讲你个咧？啊，国宾的经营权。所有权啊，含经营权阁无同款哦。所有权是伫当时长，经营权是伫总经理的哦。诶、欸，即咱爱阁整理一遍，爱整理要清楚吼、哦。啊，台湾的所有权证咧，伫上家，诶、欸，伫日本同样。啊，阁批文哦，伊阁也袂当讲话哦，哦，伊袂当讲话啦。啊，管理权、治理管辖权，像个美国啊，美国阁委托。台湾自己当局来的管理的，所以台湾的迄个理论讲个，足复杂足复杂啦吼。哎，咱吼都要对法律，啊是国际条约来讲啦，袂使不能安那，不能只用感情因素，啊是政治语言，什么政治语言啊，双固搞，建立台湾新个独立的国家，对不对？哦，对对，大家嘛对，大家嘛对啦，哦。啊，这个政迄、那个政治语言，啊是感情来讲的。欸，咱民政府无咧讲这个感情因素哈、啊。民政府所讲的要根据法理，根据国际条约，所以法律来讲的，唔通当面学别咧家己要主东主西咧感情因素咧政治语言咧话送的吼。好来，所以我特别用这个，我用几啊摆来讲，这英语啦吼，写讲 people。Of Taiwan， 啊，含一个 people on Taiwan， 一个 on， 一个 off。people on Taiwan 是啥意思？住在台湾上面的人 ，people on Taiwan。马英九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对啊，伊嘛是住伫遮。people on Taiwan， 啊啦 ，people of Taiwan 咧。本土台湾人就是正讲台湾人就是 people， 你记得注意哈。把你那这教育紧，即个 people of Taiwan， 啊，含 people of Taiwan， 我直接来讲几落摆，咱是 people of Taiwan， 啊 ，people of Taiwan 安那个，哦，等下我讲个是对，看对当时开始算起到位的人开始算 people of Taiwan 哈、哦。来，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安尼，咱拄啊就大家讲啦。天皇的吼，对不？哦，复习个对哦。是安那个天皇的？伊唔是迄个满清的？满清的，头啊是满清的。啊，即卖安那？1895年4月17日，有一个条约叫做来，即、這个马关条约吼，咱咧用条约的名吼，拢用什么做基？什么做根本？无啦，对啊，对，这个时间才用马关签约的所在，就是迄个条约的名啦。哦，伊是伫在签约的，伫日本的下关啦。啊，中国是叫迄个所在叫马关啦。哦，啊，所以伫下关，日本签这个条约叫做下关条约。哦，啊，下关条约咱拄啊，大家拢知影是。皇帝对皇帝咧讲的嘛，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对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哦，那时候就当时就唔够所有权，按两个皇帝咧签的，所以大清的皇帝签乎日本的皇帝，哦，迄所有权是皇帝的啦，唔是政府的啦，政府只不过是皇帝委托。即、这个政府来做过来管理即个日本吼，即咱大家安尼拢清楚啦，拢知影。即要紧的所在就是皇帝对皇帝啦，袂使写政府对政府啦吼、哦。政府两个无关的哦，政府是另外政府，皇帝是另外皇帝，即拢是迄个哦。哦，即、这个马关条约，哦，即有写较足明嘛，即原文的吼。哦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咱多条都讲了哈。
哦，啊，这就是两国的迄、那个，这原本的就伫遮。好来，4月17，我甲用作咱的，唔是原本的，甲摕起来吼、哦。来，马关条约拢总有11条啦吼、哦，11条内底，大清伊个新人代表李鸿章，啊，这个是啥？因第二囝，李清光是迄个李鸿章的第二囝，哦，第二囝做伙。一做大臣，爱做伊个部下，吼、哦、伯爵啊，伊个伊有人因兜个因囝有人做大臣呐，吼、哦、啊，日本是伊藤博文。第一条，咱讲逐摆较无咧讲着，讲第一条是承认朝鲜独立。这条、啊，中国人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由。迄阵朝鲜拢爱去向中国来向满清朝贡嘛。这个甲午战争以后，人准伊独立，啊，实在是准伊属日本管啦，哦，实在是拢日本在管啦，吼、哦。啊，第二条，对，永远割让于日本，就是讲啥？奉天省南边，就是辽东半岛，有挂三个所在啦。咱古早咧读个迄个马关条约，拢写台湾含澎湖尔吼，事实上还佫一个辽东半岛啦。三个所在，啊，是安怎开始变作到尾辽东半岛无去，剩台湾跟澎湖尔。来，啊，不是，领土就是袂当割让，领土分作两种啦，一种是领土，啊，一种是殖民地，哦，对。那形容的形容啥呢？神固有神圣不可分割，迄种形容词啦，就是领土啦 ，territory。啊，这个第二条讲背两万万六啦吼，啊，搁过来，拢总十一条啦吼，十一条安尼，十一条，你下关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啦吼，因为下关条约关于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是违反国际法，是啊，那个违反国际法，固有之领土神圣不可分割，实在是领土了哈 ，territory 都袂当，啊，你要甲固有，啊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就是一种一个是领土，啊一种是殖民地，两种啊，领土那土地分作两种，哦，因为现在安尼，所以苏联、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和日本甲大清帝国签这个新交换条约啦，佮签讲，哎、欸，这人的固有领土，你较会使讲起哩？啊，事实上有私心啦。遐辽东半岛人叫日本退去吼，伊个旅顺大连啦，遐啥，遐本来拢伊个嘛，拢苏联的掌管啊。好来，啊，佮不能是啥？有一个辽南条约，好、哦。佮佮签订一个辽南条约，大清日本将这个土地献给满清，佮提供银两，提供银两，敢知？3000万，哦，佮提3000万转来，这个3000万我去佮查吼、哦，就是以后去起迄个京都地带，京都地带拢用这条钱去起的，京都地带成立本来无京都地带。就是用这个钱去记的吼、哦。来，土地有分作两种，一种是 colony 殖民地，一种是 territory 哦，就是领土。啊，你不要甲分作神圣不可分割，还是什么固有领土，啥拢不要紧，迄种形容词啦，就是领土的，就是袂使分割的。殖民地，哦 ，colony 可以转让，可以被占领啊。哦那个时候，1895甲午战争的时候，要签约的时候，台湾是啥？实在是还没到殖民地了，要个答案叫做拓殖地呢，吼、哦，拓殖地，所以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啊，你来看1898年美国跟西班牙战争，西班牙输美国，西班牙挂足侪所在给美国嘞，波多黎各，哦 ，Cuba。古巴，啊个 Guam 关岛，菲律宾，
我这四个国家，因为这拢是殖民地，所以伊会当，所以殖民地会当挂领土，未使挂，这是国际法啦吼。大家爱清楚这个土地有两种，一种是领土，一种是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分被割让，领土是不能被割让的哈。好啦，这图咱看过啦吼，迄阵的台湾干安尼尔啦，后山遐，迄阵大概沉伫海里的款啦吼，啊，敢是？无啦，实在是后山啦，迄拢原住民占的啦，清朝管无着遐啦，清朝咧设下哦，拢咧设立领事馆啦，是不是？拢伫西部这边啦，东部遐。迄原住民咧管的，所以他画出来是变作那阵只在谈啊，这些同款吼。啊，来，我阁小可讲一下这个，因为跟这个苏联有关系吼，这个北方四岛这个吼，北方四岛吼，诶，相关事项吼，有一个条约，日本和俄国有战争咯，是伫甲午战争了的十冬后啦吼，咱1895哦。迄、那个日本跟苏联安那战争的，10冬后，1895的10冬后多啊，1905，10冬后伊就敢哦，迄阵日本强起来咧，敢跟苏联迄阵是足强的国咧，啊因为啥呢？苏联吼，要整海战吼，伊个对迄边，对欧洲迄边个塞加个位个塞个搞。精疲力尽的时阵，佫惊土团，佫啥个？日本伫遐咧等你，一个搞两个冲突尔，拍无一久啊，就当作西歪啦。苏联的舰队就当作西歪啦。啊，较长去拜托美国总统来签约，啊，伫对签的呢？伫迄个 Portsmouth 就是咱即个条约就是讲，是咪？普兹茅斯，这吼、哦，即、這个普兹茅斯伫对呢？我来讲迄个。条约的名就是伫迄个签约的所在的名，吼、哦。拄我只我讲个要签约，啊，这个哪里对呢？美国的迄、那个诶，迄、那个诶东北边有一个 Boston 有无？吼、哦、，Massachusetts 有无？麻州，吼、哦，麻州的对面有一个缅因州，缅因州的边啊有一个 New Hampshire， 新叫做啥 ？New Hampshire 叫做新南十部州了 ，New Hampshire。美国人咧选总统吼，诶，迄个国党诶，迄个诶选举吼，拢伫遮先开始啦。哦，一定是国党咧提名啦，拢伫即个迄个纽汉社先开始先投票先看咧。即个纽汉社，即个纽汉社诶一个所在叫做 Portsmouth， 伫遐美国总统苏联去拜托美国总统来签约诶，所以日本跟苏联拢去咧即个波士顿见面，即个。伊个纽汉社，即个 Portsmouth 这个所在来签约，啊签约吼，苏联了小可尔呢，啊了较侪是啥？伊拢伫中国占面遐拢怎变？来，即个苏联干了即地尔啦，库页岛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即是复制的一切，伊干来了遮尔，剩个拢了是啥？弄了中国了，旅顺、大连啦，什么啥啦，黑龙江让日本啦。吼、哦，伊干来了这地尔，苏联这地岛吼，本来是苏联的，库页岛本来是苏联的。伫这个日俄战争，这个 Portsmouth 这个条约内底，将50度，我照一个图哦，各位看一下。这地是库页岛，啊，这个是40度，北纬40度，这个是北纬60度，啊，50度嘞。我即块岛切一半，互日本尔啦，吼、哦，苏联了即地尔啦，啊，剩的拢了伫中国啦，吼、哦，拢了伫遮。你看，这哦，即地哦，啊，遮咧北方四岛伫遮，即几地，这本来拢日本的呢，吼、哦，本来是拢日本的领土呢。伊个日俄战争了，所签的条约是干呐签着即块库页岛一半尔，50度，哦，拄我遮迄条约有写50度。日本得到辽东半岛、远东第一要塞、旅顺港、南满铁路、以库页岛一半土地，好像多只讲者50多切落去，南部是属日本的哈。俄国
同意撤出南满洲并归还中国，以及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拢伊干那了吼，即、這个日俄战争啦，苏联了库页岛的一半尔啦，啊，剩下拢中国遐拢放互日本去啦吼。我现在要讲这呢，这吼，咱吼足要紧的，因为你讲北方四岛吼，你要讲北方四岛，一地 A、B、C、D 就是北方四岛了哈。A 就是慈母群岛，咱在讲北方四岛，这咱的讲义内底拢无你来用这个北方四岛是这地、個，哦，啊，迄个日本去跟苏联谈判，苏联讲安那，好啊，一半行李啊。有答应一半要行去，一半是对一半，你知无 ？A 跟 B，A 跟 B 要行去，啊，这个 C 跟 D 吼，因嘞，安叫做一半啦。伊这个吼，所一百几一百平方公尺，啊，这所有二啊五，啊，这几三，迄两千几，这三四千啦。我等下有一个数字会互咱。伊这两块细地啊，讲要行去尔啦，剩下伊要占的啦。这照国际法内底，这四地拢是。日本人呢？哦，我等下讲到迄个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无讲到北方四岛，所以苏联逆着无爱去签字啊。好、哦，伊无签字的原因伫无讲到遮啦。哈、哦，来，这四地岛，北方四岛就是咧讲这四地啦。哈、哦，台湾主权地位的概况哦，政府归顺，1895到二十趟，他将东部遐征服了，了二十趟，他将台湾整个变作日本的管辖之下啦。哦，1895到1915，二十趟，他给台湾整个诶迄、那个伊较统治啦。哈、哦，啊，1937年。在台湾实施华民化，1937哦，实施到当时呢，其实重要紧的日子，1945，这重要紧的一档啦吼，这咱人民政府的理论内底，这个重要紧的，1945的4月7日吼，这个重要紧的吼，因为啥呢？1945四月七，日本天皇下诏书，下什么诏书呢？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台湾实施，这个是变作啥呢？台湾变作是日本的呐，固有领土啦。好、啊、来，咱的保命符都在遮啦，咱台湾的保命符都在遮啦，因为已经实施宪法，吼、哦，明治宪法，咱实施的是明治宪法，保咱台湾是变作领土啦、哦，领土是不能够。分割的哈，这是咱的保命符啦哈。开始的在台湾的当征兵了哈，啊，当时台湾人也有参政权跟参战权。古早调兵调去做啥？做军夫啦，不是红军哦。对于四月七了调到的是啥？皇军呢？台湾的皇军足强呢，尤其是原住民了哦。哦，替日本打啊！伫南洋遐，拢原住民遐红军去哦打啊！迄个大家看到，拢个啦。连迄个麦阿萨吼，菲律宾遐吼，都咱只个空军去甲炸甲伊足近台湾了，是安。麦阿萨足近台湾啦，因为伊甲炸一下，伊是走路走个吼。麦阿萨伊讲，伊到尾讲 ，I shall return， 我将回来，伊就叫对台湾的企业飞机炸个走无咯啊！啊，要离开的时候，我 I shall return。来，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领土啦，哦，咱这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啦，哈、哦，咱这法律拢一条条教法律在行啦，哈、哦。好来，啊，这个土地咱怎啊知影啦？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哦，就是日本天皇的固有、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已经知影是天皇的啦。吼、哦，后来啊，即卖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开罗会议，啊，这个开罗会议吼、哦，是有
开罗会议三个国家：英国、美国啊，含中国。三个国家伫开罗开会，吼、哦，开会到二六，十一月二日开到二六，啊，过日他宣布 declaration 是十一月二七，啊，伊就是僵尸变作日本个头，咁日本有影个头？日本照条约行啊，跟中国跟完全定条约个啊，啊，伊就即卖就无讲，伊就讲哦。偷得的所有领土啦，去满洲，满洲嘛是日本嘛是迄、那个，因为满洲满清遐人去做皇帝啊，伫满洲啊吼，归还中华民国，迄是伫迄个甲午战，迄个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吼、哦，咁真正是变作以后条约有写，拢无啦，以后伫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拢无写到遮，我记一个咧。迄阵是开罗会议有写讲吼，琉球是中美共管哦。琉球这所在啊，我蒋介石讲你袂无，咱共管好啊。蒋介石讲好，那你同意咱来共管。开罗会议就这条写着讲，琉球是中美共管。到尾咧，琉球最后写啥？美国单独管理。啊，无影叫开罗宣言的，哦，无叫开罗宣言下哦，旧金山和平条约有写着遮哦，琉球是美国管理哦，是不是？美国是琉球群岛唯一治理当局哦，唯一的，无涉中华民国。琉球占领由原先的美中共管构想，而演变成美国单独管，足以证明罗斯福和蒋介石开罗会议内容。并非绝对能成为对日和谈的条约，不是开罗宣言内底讲的东西，那宣言尔，那无不是条约啊，哈。迄、那个我无要下过了哈，啊，然后要下人家己做先离开了哈。搁是安那靠一个德黑兰会议啦，是安那靠一个德黑兰会议，就是吼、哦、斯大林吼、哦，斯大林吼、哦。不爱跟蒋介石做伙开会啦，哦，伊都捉个蒋介石个嘛，伊咧维持共产党啊，啊蒋介石跟共产党是拍甲走无，所以捉无，伊讲闹蒋介石咧开会，我无爱参加，啊，英国、美国上讲哦，对啦，无先跟蒋介石开了，咱诶开罗宣言是当时，十一月二七发表了，二八就是。英国、美国，无中华民国蒋介石换做斯大林了。这个会议，德黑兰会议，就是换一个，换蒋介石换做斯大林。哦，啊，所以德黑兰会议开的会议的内容是和迄个苏联讲同意安好无？苏联讲 OK， 照安尼。啊，所以哦，恁咧看迄个开罗宣言哦，咱拢写十一月二七对无吼？那伫英国、美国吼、哦？反条拢写十二月初一呢，哦，第一就对遮来啊，恁你看，讲诶，啊日子写啊，较无对，较唔对，哦，足侪开罗宣言拢写十二月初一，哦，是安尼来啦，哦，就是德黑兰会议伫十二月初一发表诶，哦，伊都无爱蒋介石来参加，啊，所以伊家伫二八开始，啊，伫十二月初一发表即、這个，十二月初一，伫遮出席来发表即、這个。啊，所以开罗宣言反对啊，有诶啦，英国咧写哦，拢写十二月初一咧，哦，你互恁知影，迄、那个日期是安那开，安尼来，我若用这两个，伊是安那，伊就无爱互蒋介石咁做规划，啊，了甲变做是安尼个啦吼、哦，所以有一个德黑兰会议吼、哦，来讲这个历史大战末期的大事啦吼、哦，二次大战末期的事情，哦，这个咱多只讲个，1943。1943吼，十一月二七，即个台湾迄阵是啥物？还阁是啥物？啊？迄阵还阁是殖民地哦，吼、哦，你讲这有一点道理哦，还阁可以行哦，吼、哦，要袂变作领土啊？变得到1945啊变领土啊？因咧开会的时阵要袂变领土？德黑兰会议，我拄仔才讲个，这两个，一个十二月初，
会人搞混啦吼，写讲迄个开罗宣言是十二月侪，是对家来的啦吼，德黑兰吼，即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啦吼，啊开罗是埃及的首都，伫迄个什么所在开的？叫做迄个所在的名吼，拢用迄个所在的名啦吼。啊，足要紧的，即1945年4月7日，日本皇帝下诏书啊。下诏书 ，Imperial Rescript， 这个诏书，这你不能看到这种肃然起敬，你不能看到天皇的诏书。啊，哪来人家看到讲诏书写讲台湾是四月七日的话，诏书变作你不能念到了，因你不能大家看到这个，哦，啊，苏卡，嗯，苏的是，嗯，苏卡，安尼啊，安尼，看到这个讲，哦，原来台湾是天皇下诏书，变成日本固有领土的啊！哦，咱有迄个原本啊！哦，好来，1944年6月7日，这电影有写，李雷是诺曼底克大登陆哈！哦，1944，啊个贵当，迄、那个德国的导航呢？5月7日，过冬一四十，6月7日吼，诺曼底大工匠嘛吼，啊到也无一冬啦，纳粹德国在柏林正式投降了。德国5月7日就投降了呢，啊咱日本当时才投降，8月15日，哦，佫冻足久呢，迄阵大家拢下话来啊呢，欧洲无战事啊，所有的拢拼对亚洲来遮啦呢。哦，啊！日本干一箍安尼吼，冻掉了吼，冻掉了。啊，实是唔对，唔对，唔是原子弹的关系，实是日本就惊到。我等下讲给你听。好来，波茨坦，咱搁知影一个波茨坦宣言啊，波茨坦公告吼。哎、欸，你写讲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特斯拉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及例行开罗，我甲恁讲吼，恁会记哩？咱就知影开罗宣言是咧讲啥嘛？开罗讲吼，遐蒋介石主张讲，将这土地还伊吼，还伊啥？这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咧讲啥呢？咱有头脑记起来着，唔免讲。咧对日本讲，讲恁若日本，恁若赶紧投降吼，我予你种优厚的条件，你个。你的工业物资的人兵啊，会当倒转去，什么啥，逐项我拢答应你。波茨坦宣言是咧讲这啦，哦，这几条内底拢咧写讲，要安怎后代，你日本赶紧投降，我逐项甲你后代，哦，宽后代助理代理啦吼，恁、哦、的兵啊，互恁转去到日本，恁的工业我也保守恁。中间有一条第八条，写讲第八条写讲开罗宣言。要遵守开罗宣言，迄都断唔掉去啦。因为啥呢？七月啦，台湾是啥物？是日本的领土啦嘛？哦，出入伫遮啦吼，印度迄阵都无注意，4月7日就变成领土啦。啊，这个是7月26日，还佫伫第八条的内底，还佫伫第八，拢总13条啦吼。伫第八条的内底写讲要遵守。开罗宣言对家都创业啊！啊，实是这个开罗宣言吼，不，迄个波茨坦这吼是美国、英国、阿坎、苏联三个国家底下，蒋介石无？蒋介石是因为啥呢？无，唔是个人嘛。因三个伫欧洲的吼了吼，即个斯大林唔敢签名啦，是安那唔敢签名。伊阵看日本也阁是啥？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啊！苏联跟日本是互不侵犯条约，所以伫波茨坦内底，英国迄个斯大林唔敢签嘛，啊个叫操啊不蒋介石来代签啦。啊，所以靠三国，普通人两个国家签无啥算数。
蒋介石无去开会，但是叫伊签字，提来我签字，伊答应。伊看，伊看无答应。伊伫中国都叫日本拍个走路，也毋捌一张赢的吼，拍个走路，伊也签啦。啊，即摆到苏联对日本宣战哦，苏联啊，即足毋是诶，堪当友好条约搁咧宣战。我等下讲迄个实在经过互恁听。伊宣战了，各国叫苏联签，所以变作四个国家签。哦，头啊是因三个咧开会，啊，斯大林唔敢签，叫蒋介石来签，三个，啊，伊个苏联对日本宣战了，他变作四个签的，所以波茨坦宣言是四个国家签的，吼、哦，啊，内容是啥？我跟你讲，内容就是要叫日本投降的啊，哦，你赶紧投降，我甲你优待，是不是？波茨坦宣言拢在讲这啦，吼、哦，咱即摆记得，咱即摆知影，波茨坦宣言是咧讲啥？叫日本投降尔嘛，吼、哦。啊、我犹太你安尼啦吼，波茨坦宣言一直咧讲遮啦。哇！啊，这个八月七日，第一粒伫希罗西嘛，哦，第一粒啊，搁几日后，哦，搁三日后伫南阿萨基，哦，第二粒，所以讲吼，美国多进两粒尔啦，美国进两粒，英国多进两粒啦，啊。无啦，啊，都伊都啊，伊毋是即啦，国较要紧的，伊日本人惊着是啥？八月七八，一个日苏友好条约的时，苏联对日本宣战，伊想讲这边未拍来嘛，啊，我这边来抵抗这个美军的啥？啊，迄阵吼，风声讲美军要来登陆台湾嘛。啊！日本惊到了吼，将满洲的迄个两苏的足用的黄金哦，调回来台湾，收台湾，想讲要跟美国甲抢一个啦。美国若要定着遮，有哪占领就要死垮，因为迄这两军团哦，足用的。日本伫东北迄两个军团，啊，迄调出来怎？东北变作啥？空城，唔卡会叫啥呢？一打过就叫迄个满洲政府都无法度当，满清迄个满洲政府都无法度当收啊，一日就叫，几日啊就叫日本占占去啦，吼，叫苏联占去啦，叫苏联占去啦，嘿啦，都啊皇军无去踢地啦吼，要抢个佫真强烈啦吼，啊所以一打过尔吼，迄阵吼，迄阵调转来台湾，只若靠有个人知影。拢有调转来台湾，吼、哦！迄阵日本军足多，我迄阵囡仔比，都三四岁，都阮台南都拢规个日本军啊，拢调转来台湾，就是要跟美国扯平吼。啊，迄、那个日本天皇哦，我叫我那伊也宣战，伊想讲这个本来在那边唔免伊扛遮，伊即摆这边苏联来拍来啊，两面受敌。所以伊人惊到了，原子弹一个原因，苏联甲战争也一个大原因，伊就两面受敌惊到，所以伫迄个八月七十，伊就透过水师水电甲讲好，我接受迄个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言接受是表示啥？要投降啊！迄、那个咱正多只讲波茨坦宣言就是要叫日本投降的啦，吼、哦。我的时间是到点时。到三点哦，安尼，到三点吼、哦、，OK， 哦，来啊，所以这个八月十五，伊就八月七十啊，到八月十五早起时七点，伊四国同时宣布讲接受日本这个啦吼、哦。八月二八，九月初二，日本这个，来，这拢免讲，来，这麦克阿塞吼，第一号命令。咱来怎样？麦克阿塞第一，这个麦克阿塞第一号命令哦，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伫一九四五八月十七，特朗普总统哦，授权阿奥马卡萨伫九月初二对日本授授降发布的命令哦，美国为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有权分配盟军的啊，所以拢是马卡萨咧分配，什么人要去舰队，什么人要去舰队，伊个拢做十三条，第一条写着。
接受投降的分配，来三个所在，和中国去接受。三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中国，完全独我啦吼，完全唔是中国接受的哦。中国、台湾、北越三个所在，和蒋介石去占，去接受，接受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啦，唔是要土地要何样？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哦啊。第二条写讲满洲。以北就是北条北韩嘛吼，库页岛向苏联投降啦，吼，那军队向，所以满洲、库页岛这拢苏联，啊，剩的吼，什么吼泰国啦、缅甸啦、什么啥啦，拢甲盟军东南亚司令长官蒙巴顿将军，哦，啊，这拢在讲啊，伫婆罗洲啦，什么像澳洲的投降。啊！日本遐小岛是向太平洋舰队，啊！日本本岛，和迄个最高司令官麦克塞来接收啦，吼、哦，接收。啊！要接这是安怎呢？就是向迄个盟军代表的各指挥官来讲，来迄个向伊代表来导航的啦，吼、哦。哦啊！中国迄阵哦，足多人欢喜到要死，迄、那个伊卢汉吼。派卢汉二十万人，不就去北越啦？啊，你怎去北越？才半冬尔，就特地因为啥？北越在咧饥荒啦，啊，你去，搁要安那？要吃草无？寂寞是吧？是吧？啊，来台湾嘞，吼、哦，够好，米啊，有糖啊，有大行有人吼、哦，哦，所以就啊，你北越才半冬尔，就这二十军队就调特地啦，调去跟共产党咧相拍啦，哦，相争啦，伊都一直输嘛，啊，台湾。这太好了，人占了唔敢走了吼。哦，啊，迄阵，遮个人安尼，哦，台湾里面的代表里面同些人，加这三个，拢叫二二八夹起个啦吼，拢去死啦。啊，杜聪明佫无死啦吼，剩下拢死啦吼。即我剩下就卖讲个。来，迄、那个蒋介石的代表单于代表缅军在台北接受日军的投降，即、這个日应该叫做中正日。不是叫做光复节啦，咱拢被蒙骗为光复节，实在是中正日。这个导航是变作中正日。阿、啊、廖，我过当一月十二，哎，这个很要紧。一纸公文就将所有的台湾人变为中国人了。要变成国籍，甲袂使安尼哩。叫变成国籍的国籍法，符合自动意愿合法，拢无啊。刚才说一纸命令就把你当作是中国人了哈。啊。英国有出来抗议哦，这张是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驻华大使馆用的，哦，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啊。我用那个拍起来讲啥？是安那？你伫台湾，应台湾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转移中国，应后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或其他正式外交手续后，才可以变成你的。无啊，拢无这个手续啊，你就变作你中国人啦吼、哦。啊，这别。来，这个要紧就是，这个1979年吼、哦，跟中国建交嘛吼、哦，四月初十，啊，所以这个迄个麦卡萨迄个命令都无去啦，台湾都无，啊，赶紧制造一条台湾关系法来，让台湾这个。台湾管理当局会当继续个管理台湾，哦，所以这个不再称为中华民国，伊叫做啥？台湾 authority， 我台湾来讲，伊无叫咱叫中华民国，叫做台湾治理当局的。啊，目前 ROC 在世界上消失了吗？跟我消失了，事实上消失了。你吼、哦，你等于你家己去拍这个伫 AIT 内底，你去拍 AIT 里面，啊，拍签证服务。啊！人看到这 S 打这个，你甲刺入去，刺入伊就会甲你写一大堆啦吼。你甲转去家看，后世无去啦，拢甲剩台湾尔啦吼。好来，1979年，美国承认流亡中华民国，伊咧跟中华民国断交，啊，开始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迄、那个，这个台湾关系法是对什么人呢 ？People。On
台湾哦，所有住伫台湾的人拢叫做 people on Taiwan。这个台湾关系法是对 people on Taiwan 讲的哦，唔是对咱 people of Taiwan 讲的吼、哦。哦、台湾关系法是刚才讲福尔摩沙跟澎湖不包括金门马祖啦吼、哦。以台湾关系法无关掉遐哦，啊，跟美日安保条约有包括台湾无？有嘞，有嘞，有包括台湾，啊，无包括金门马祖。哦，日本安保条约，我搁给两份啦吼。即、哦這个，就是讲拢总二七条啦吼。即、這个52个国家开会。啊，到要签约的时阵，苏联现在无签啦，所以变成49啦。啊，个来个等于呢，国会同意了来，啊，变成个三个国家无来啦，啊，变成所以剩46个啦。这个46个的 ROC 跟 PROC 拢不在这个里面啊。我就是说，反正 PROC 跟 ROC 拢，好来，较要紧的吼，较要紧的是，咱咧大概这两条啦吼，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等说，就是放弃主权权利。相对的来负有主权义务了，哦，啊，因为这无讲到北方四岛，所以苏联无占理了哦。啊，来，我拄仔才讲的，这个 A， 啊，写唔对，这是 A B C D， 不是安尼写，应该是 A B C D， 好、哦、，A， 伊讲这两地要向日本啦，甲35尔啦，啊，你唔是一个47啦，那差足侪啊，伊37要向日本尔啦吼，这两地。咩日本呢？好来，你签约的时阵哦，拄好只一直咧讲天龙岩政府是爱分开的。这个重安会哦，伊唔是人家代表日本，唔是，伊代表日本，佮挂代表政府跟天龙，哦，都在分开啦吼、哦。来，拢总27条吼，拢总27，你咧看人咧讲古时在哦。拢总27条吼，全部拢无对日本的天龙有处分咯。啊，土咱台湾土地是啥个？啊，无甲处分土地是啥个？一个天龙的嘛，这照世界法律来讲，就是一个安尼嘛。所以来，这个乃属于日本天皇吼。啊，日本好、哦、来，国金三号要叫恁要嘿第三位呢？第二条的 B， 第二条的 B 啦吼，恁若看人咧讲这古今三合约，恁来记咧第二条的 B， 啊看第四条的 B， 第四条的 B 是讲到啥呢？讲到 USMG 就是美国军政府，哦，底下有写哦，写讲军政府咧管台湾的，啊看23条，甲写讲美国咧管的，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哦。您会记哩？古今三条27条内底，第二条 B、第四条 B， 含23条，您这三条写了，这就是咱台湾有关系的所在，加了这三条呢。哦，第二 B、第四 B， 23条，安尼呢？哦，来啊，这最后美国总统，哦，就这个啦，哈、哦。好了，这就是我后边一个，我都去讲后边遐啦吼，诶、喔，然后几位领导，你搁诶，我今仔是安尼简单做一个迄个整理啦吼、喔。台湾这个土地到底是安那是日本的，啊这个中间的曲折，互各位了解啦吼。诶、喔，时间无够，较早我拢讲2点钟才讲个了，今仔点半钟有呢讲未了，是嘞啊。好，谢谢。各位好，请起立。